千万不要拍这样呆呆的照片了，太没创意了。把墨镜放到沙滩上，贴近沙滩拍摄，模特调整位置，反射出人影。漂亮的蓝天和草地，你该不会像他一样拍照吧？我们正确的拍照方式呢，应该走到坡顶去拍。好，跟我走。哎，我去，让模特走到坡顶，低角度仰拍，随便摆个动作都是打天。